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来拍摄全新的节目《回家》。那《回家》呢，是要为大家介绍呢，马来西亚有很多很漂亮又独特的民宿哦。这一次除了我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拍档，就是左眼了。那我认识左眼呢，已经有一年了，之前呢曾经合作过一次，所以对于他来说呢，我并不陌生啦，因为也看过了他的一些书啊，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斯文的文人。只不过这一次呢，就是我们要到很多地方去啊，有他在，我也特别安心，因为他就好像是一个人肉 GPS 一样呢，会为我们介绍很多好玩好吃啊，还有很好看的景点的。那这一次呢，回家为大家介绍的民宿呢，都有它的特点所在，而且每一次入住民宿呢，感觉就好像回家一样，特别的温馨和快乐哦。跟着我们的试点和步伐，一起走入回家吧。